亲爱的天父，我知影，主你甲我讲，既然有喘气的，拢我拢要来学了你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气息给我，你赏赐活命给我。主，我今仔日伫你家己所建造这个圣殿内面敬拜你的时阵，主，我要因为你的能力来学了你，我要因为你的荣耀，我要来学了你，我嘛要因为你的慈爱来学了你的圣名。主，因为你是值得我学了的上帝，感谢主，这时甲我同在，保守我用清洁的心，用敬畏的灵来亲近你。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我要去亚伯看山，我的帮助对打落来。我的帮咱对做天地的亚合法来，伊必无叫你的脚摇错，保护你无堵眠，保护以色列无堵眠无困去，保护你是亚合法，亚合法伫你的正边来应命，将做你的应命保护你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暗暝月亮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护你的生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对现在到永远。咱伫即摆，咱伫即个时阵，咱用阿乐的心作为来敬拜上帝，来阿乐上帝下面的时间，咱来到伊利亚啊，即、這个同工。兄弟姐妹，请咱三家起立，咱来唱一首诗歌。何等恩友耶和华，伊是咱上好朋友，主耶稣是咱上好朋友，咱来常常来祈祷，因为伊要安慰咱，伊要带领咱的日子。敢有朋友会亲像耶稣？我
上帝的主，常常在他的圣所来学乐伊，在他的圣所学乐伊的时阵，我相信咱的心是欢喜快乐的。咱要因为主的慈爱、主的荣耀、主的能力，咱要大声开嘴来学乐咱的上帝，咱来在圣所学乐伊。上帝，上帝爱咱，伫圣所学了伊，咱拢是一群带领的勇士。上帝要使用你，上帝要使用我，佮因为上帝恩光，上帝予咱真正有宝贵的身份。咱是主的门徒，咱拢爱兴起来建立教会，咱爱兴起予咱的教会坚固。咱是一群带领的勇士。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搁叫阮的活命，让今仔日早起会当搁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。所以，阮知影会当来敬拜你、服侍你，是阮一生中上该大的福气。主啊，阮要把着阮搁有的福气，一直为主你来做工。主，阮要借着你带领的勇士，要挖靠你的信心去传福音，
要来延光祝你的名，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伫这个月开始，我的教会暑假期间的团宣队特别出发，为主你来征战。主，我看见我这的后一代的少年家，因这么热心打拼，为主在征战，我的心就非常的欢喜。恳求主你看顾因，保守因，祝福在因的心中。主，我知影因虽然少年，但是因热心服侍的心，并无输阮遮年长者。所以恳求主你，凡遮年长者，抱一颗真火热的心，继续来服侍你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知影要来服侍你，要来亲近你，得爱有一颗清洁的心。所以恳求主你，予阮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清洁的心，因为阮的心时常予这个世俗来甲阮污染。所以恳求主你，搁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阮，予阮会当真正来亲近你，来敬拜你。原来祈祷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请坐。求主为咱做清洁的心，予咱有定心静志的灵来亲近伊。
我伫遮恳求你，求你为阮做清气的心，予阮较无你伫阮即条生命内底，阮一直伫追求上帝你的同在。检采阮有跋倒的时阵，阮有遇到困难的时阵，毋过阮拢知上帝你用你的疼来扶持阮，予阮的心灵伫主的内面会当真做主，你予阮完全的刚强，完全的喜乐，因为这稳定是上帝你所赏赐，主我感谢你。透过今日早起搁一摆，也是只嘛当主席，伫你面前，我用阮踏实的心灵来求见主。我知影今日早起，我来进入上帝的殿，我的心灵就要得到上帝你的浇灌，予我的心活泼，予我的心伫主你的内面，我有盼望，特别。在这条信仰的道路里面，我有坚持，因为我知道你要我跟这个世界分别，我会要憔悴，会要抓到上帝，你是成为我的主宰，成为我的帮助，成为我的避难所。今天早起兄弟姊妹当主这个时候，求主你用你的圣手来医治白听这些兄弟姊妹心受捆绑的，就被上帝你来套绑，让这些人可以再一次在主的面前知道主是公义的主，是信实的主。今天早起你的路比巴奈也要在这个中间来诉说上帝你 你的真理，让我们透过他的信息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外面中间，我们更加更加在主这个道路在奔波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这都是上帝你的福分，最大的祝福跟一半在主你面前，现在我们的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下面我们诗班来唱这首诗歌，当当我们放在高高塔。
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，就安尼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受着舍己，背弃伊家己的十字架，来跟随我。”因为既然要救家己性命的，就失去性命；既然要为我失去性命，就必得到性命。人若赚到全世界，赔上了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益处？人还阁会当摕啥物来换性命？人主要伫伊爸的荣耀内面，甲伊的使者作为降临。在那个时候，他要按照大人的行为报应大人。圣经读到这，今天早起，我们请巴来团队来讲道，他要讲的是舍弃和放下，我们下面的时间来交巴来团队。六月兄弟姐妹平安，我们这是先三个的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祝你今仔日再一摆，予我有稳定，有你的怜悯，你的疼痛，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。我着亲像头早阮听的诗歌一样，我要写落我一切的重担伫你的面前。愿主你啊，亲自赐阮看顾，也用你的宝血，搁再一摆来洁净阮一切的心思甲意念。我来将下面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自来教阮三格之地。这是阮的祈祷，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的求。阿门。啊，今仔日是我上尾一届徛讲台，哈，伫台南信教会，啊，我伫遮爱先啊向大家说多谢，因为这几年啊有恁的。支持有恁的祈祷，哈，有恁的听，予我会当伫这间教会有真好的啊造就，有真好的啊，甲兄弟姊妹三甲伫主内面的结连啊，相信啊，我伫八月了后，我要回去华联，哈，啊，有恁继续为我的祈祷，哈，予我伫遐服侍会当。啊，真多啊！甲上帝的亲眷，来甲我的啊族人，伫我的部落内面有真好的服侍，哈、啊、嘛，希望是有恁的祈祷伫中间。啊，有一个小小的故事，伊是安尼讲的哈、啊。有一个打猎的人要去山顶，哈、啊，要抓高山啊。好，咱拢知影，高山真巧吼，啊，因的行动嘛是真紧。啊，伊这个打猎的人，常常拢抓袂到遐个跳来跳去、走来走去的高山啊。有一日啊，这打猎的佮去山顶，伊就远远就听到有声音。好，伊就听到什么声呢？好，高山的叫的声是什么声？我袂晓学。好，啊，不过伊就听，伊远远你就听到，啊，伊就听那声啊去吹哈。结果伊就看到一张啊龟脊树，好，龟脊树顶面足侪只高山啊。啊，伊就想讲，哎，安尼我是要来改。这一下高山来抓回去呢吼，因为伊袂当用枪啊，用枪伊就死去啊吼，伊爱活个抓回去。伊在遐想半下晡，实在想无有啥物办法。然后伊就回去，就开始想讲要用啥物方法会当抓到活的高山啊。伊拄仔想着讲，因就足爱食迄种。龟脊树的龟脊嘛，安尼我着去挽遐个龟脊树，啊，放伫迄个笼仔内面吼。
笼子哈，啊，放伊内面，哈，啊，得，啊，放做侪所在，哈，甲伊藏起安尼。结果，伊得去看，伊得去巡哦，伊安尼做了，伊得去巡，哈，巡讲，哎，伊放的迄笼啊内面，敢有发生啥物代志安尼？结果伊怎看到高山啊，伊的手安怎入去揢遐个果子？结果会当伸入去，啊，毋过袂当安怎伸袂，还是连伸无毋对吼？会当入去，袂当出来吼，因为伊的手拢是遐个果子。伊想要食遐个果子，伊着爱安怎合适？爱一粒一粒揢，毋是拢总要揢。伊着伫遐卡住吼，手伫遐伸袂出来，揪袂出来，哎，揪也是伸。揪吼，揪袂转来。结果，迄个拍来的人看到啊，这是真好的机会。就摕网啊，毋是网啊，网啊，吼，就把高山啊娃娃就抓起来。哇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好，咱听到这个故事，咱会想到什么？敢会就亲像咱的？生活四周围，咱常常会拄到，毋那是咱家己尔，别人毛亲像啊，即高山啊同款，要掠到咱想要掠的物件，想要揢的物件，想要得到的物件。啊，毋过咱是用咱的方法，咱是用咱的想法，想讲，我揢到啊，这就是我的，无论是金钱，无论是感情。无论是啊，啥物啊，物是咱所要得到的，咱的手一直要抓好掉，咱无想要放好开，吼，因为咱拢知影物件爱揢才袂落去，吼，这是一个足自然的一个想法。啊，毋过伫生命中间，咱也亲像即只高山啊共款，伊毋知影要放手。伊毋知影讲，我袂当贪心来揢只人啊内面的果子。伊若知影爱舍勒伊家己的私欲来走，吼，逃走，安尼伊就得到伊的性命嘛，吼，伊就袂去哦，迄拍赖的人甲掠起来。咱人思想会拄到需要做选择的时阵，若是要做选择的迄个当时，总是以家己的立场，是毋是有好处、有利益来设想？啊，毋过这无一定是好的，哈，无一定是好的决定，因为若是为着咱家己来想了，为家己想较侪，咱就袂当了解啥物叫做。圣经讲的舍己来成全别人的利益。今仔日我的题目叫做舍弃甲放乐。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题目？因为我伫我的生活中一直上帝一直来提醒我爱学习爱放乐，舍弃家己的私欲的需要，以及舍弃我所爱的物，我所爱的物件。我要看上帝伫我诶心中爱做虾米代志，好，也是讲上帝提醒我爱行虾米道路。我先来讲舍弃甲放乐即个差别伫底吼，看即幅图伫我诶正手边，即幅图吼，我写成全需要舍了家己，来跟对上帝，来跟对主耶稣诶道路。这是爱放弃家己的需要，家己所想的，家己所意爱的。另外一边呢，我写无愿意来放乐，因为咱知影讲放手，吼，咱来讲放手。其实伫佛教来讲放手，因有足侪讲法，啊，毋过因足爱讲放手，啊，毋过伫咱基督教，咱来讲放手。
咱伫主的面前是卸了一切的担当，就像他拄仔的诗歌安尼所讲的，无论是一切的担当，还是一切的需要，其实上帝比咱搁较知影咱的需要是啥物。啊，即想到我叫即、這个啊、因为咱教会足侪少年人会晓画图吼，啊，即下牧师的鼓励讲，来讲道的时阵会当请因来画图，会当好。要所讲的内容，会当搁较活泼，会当知影内面的意思要表达是啥物。这边呢，伫倒手边这边，像哪一个受气的面呢？因为咱爱知影，有时啊，咱手所揢的物件是咱想要买，还是讲咱拄到的情况是咱心内有计划。啊，毋过若拄到应该爱放落手的时阵，有时啊，咱的反应是啥物？啊，啥物是受气呢？因为是无甘愿，对不对？伊讲好啦，好啦，啊，就放互你啦。好，会有这种心情伫内面，因为这种心情是无甘愿来放手的。好，就会产生一个产生是消极的思想，还是用消极的情绪的表达。来放手，安尼就毋是咱所讲的爱舍己。咱有可能一世人拢咧学习安怎来正确，吼、哦，来舍弃家己所需要的一切，放落伫主耶稣的面前。咧做安尼决定的时阵，咱是愿意甘心乐意要来成全别人，成全主的道路，还是讲咱是无甘愿的心，无甘愿的态度来讲好啦，拢互你啦，好啦，安尼遮我拢无爱啊，吼，这两款的感觉，这两款所产生的结果拢无同款。一边是上帝完全的祝福，一边是咱搁爱用生命搁爱经历真侪摆的失败，哈，真侪摆的困境、的艰难，咱搁会当学习啥物叫做舍了家己来成全主的道路，毋是有超过的情绪来影响伫啊身躯边的人，因为放落是真正艰苦的一件代志，因为咱心内一定会唔甘，吼，心内一定会 有痛苦。啊，毋过这知影，咱来做安尼的决定，是一个好的决定，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今仔日我头仔讲，我伫台南圣教会上尾一摆会徛讲台的时间，我伫八月就要离开台南来转去华莲。啊，有真侪人就问我讲，男性这么好的教会，这么奉行的教会，稳定这么多的教会，为什么你会要选择来离开？其实我心里也有很多的不甘，很多的 心情、复杂的心情，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，我跟上帝的祈祷，伊要继续带领我的道路，竟然毋是要留落来。我若是要留落来，可能有我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也是讲有我家己的意念，吼，也是讲有侪可能无适合的思想，拢有可能。啊，毋过上帝若要带我回去华莲，一定有伊的旨意，一定伊要用我的所在，因为即时我完全毋知影我回去要做啥物。我知影我爱去重搁再一摆重新的学习，因为回去原住民的教会是完全甲本地教会是无共款的敬拜吼，因为遐拢是我是阿美族，所以拢是讲阿美族话，吼，啊个。
兄弟姊妹的交流啊，等等生活习惯，拢无共款。好，这对我来讲是完全新的开始。也毋过，我倒来到主的面前，讲主啊，你若要安尼带我去，安尼你爱引带我头前的路。好，虽然我知影，阁有真侪真侪困难，好，阁有真侪真侪我爱去拄着的，好，无论阁是甲人的相做伙的相处的摩擦嘛有可能，好，也是讲我伫适应的问题，好，种种的可能，好，拢会互我有挫折感，哈，我有甲上帝讲一件代志，也毋过我希望头前的路站是主所意爱的，哈，我爱军队主来行的道路。咱会当想看卖啊，有啥物代志是咱无愿意按驾着上帝的旨意去行，还是咱有啥物是咱所爱的，所爱的物，还是所爱的代志？所爱的人，咱无爱为着主的原因来甘愿舍了咱家己的需要，这是一个咱会当思考的。今仔日你有抓到啥物？你无要甘愿交托伫主的手中？咱来看今仔日经文。今仔日经文讲了主的十字架，主耶稣对门徒讲伊。伊将要被害，吼，要受到人的背叛、弹杀，然后被钉伫十字架顶面。伫这了后，耶稣对伊的门徒讲，伫二十四节遐讲，就安尼，耶稣对门徒讲，如果若是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得舍弃家己。派去伊家己的十字架来军队我。耶稣知影伊来到这个世间的重大任务，就是军队伫上帝遵照伫上帝的旨意，为着世人的罪来派去来爱去伊家己的十字架，走入伫罪的死亡，因为咱知影罪的代价就是死。所以耶稣对门徒来讲。无论是来做什么的决定的人，做这个决定的人来跟随耶稣，就爱舍弃家己所爱的一切。无论是伫这个人的心思意念，还是讲伊所掠掉的物件，伊所爱的代志，有真多真多，拢是家己。需要三生的需要，遮个拢爱一切拢爱放弃。若是咱所爱的事来正做一个阻挡，哈，阻挡咱来入捌主耶稣的大权柄，阻挡咱入捌主耶稣的权柄，也是阻挡咱来到主的面头前，遮拢是可能拢是上帝无爱咱掠掉的物件。阻挡咱来行一条义的路，安尼个代志，就是咱心内所想的，已经赢过耶稣基督伫咱心目中的地位。较早几若当前，我有一段时间也是一个迷失的羊羔啦，哈，迷失的羊，我离开上帝。伫一开始，我心内可能会讲。一摆无去聚会，应该是无要紧啦，吼。一摆无去聚会，无要紧。两摆嘞，嘛无要紧啊。三摆，阁愈无要紧，因为习惯，吼。圣经伫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遐讲，恁心内，恁无毋通停止聚会，好亲像遐停止习惯的人。搁要亲像搁要彼此来劝勉，既然知影迄个日子已经临到，就搁较安尼行。一摆无去聚会，感觉
没事啦，哈 ，OK 啦，哈。啊，毋过久咧，渐渐的变作一个习惯，我会当毋免去聚会。好，迄时阵我妈妈嘛会敲电话啦，吼，因为我迄时阵我住台北，我妈妈会敲电话讲，你今仔日敢有去教会？吼，因为伊知影伊个查某囝，吼，是一个叛逆个查某囝，吼。伊敲电话来问我讲，你敢有去教会？一开始我人讲，有啦，吼，这是一个欺骗。了后，因为伊个烦恼，吼，了后伊嘛是阁继续敲，逐个礼拜拢敲。结果我想讲，欺骗嘛是一个唔好的行为，安尼卖骗妈妈好啊，直接讲我就是无去，吼，安尼改成作勇敢，啊，毋过其实唔是，哈，伫迄个习惯内面，已经甲主的关系已经是离开真远真远，真做一个，迄时阵我真做一个啊，背逆主的人，感觉无啥物。无啥物奇怪，无啥物重要。啊，毋过我相信真济我爸母甲我亲人，伊对为着我的信仰来祈祷，为着我我的灵魂来祈祷，所以我会当搁再一摆因为圣灵的引导带领，我会当搁再一遍悔改来回来伫。主的面前，咱拢知影，有时阵咱身躯边诶，无论是咱的囝儿孙，无论是咱的亲戚朋友，嘛有可能，甚至是咱家己，嘛有可能是安尼，嘛有可能是有一摆、两摆无来到主的面前，三四摆变作一个习惯，感觉无安怎。若是有拄到安尼情形的，咱爱有警醒的心。来为这个人来祈祷，那么有敬虔的心，那是咱是安尼的人，咱是有安尼的习惯的人，咱爱回转，爱悔改，回来伫主的面前。有上帝赦免，让我伫个人生的诶失败中间，我学习真侪摆的功课。伊对我的疼痛，也是超过一切疼我的人。爱我的人，所以当我知影一个天父，伊是安尼，伸手甲我揽牢牢，予我无阁离开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回应伊对我的疼。咱继续来看25节到26节，耶稣讲，咱爱排弃咱家己，爱弃咱家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伊。所以这个经文继续来讲这个原因，因为经文安写讲，因为既然要救家己生命的人，要失去了伊家己的生命，既然失去家己生命的人要得到活命，伊就要得到活命。人若要趁到全世界。就要了去家己的生命，安尼有啥物益处利益呢？人会当摕啥物来换生命呢？基督徒若是要照着上帝的欢喜的喜悦，就毋是用家己的思想来想讲上帝伊所要做的工是啥物？若是已经知影，已经讲我要排弃家己的。是不是假的人就要知影，旧的一切的罪恶已经拢定伫是不是假，已经死啊！咱这个罪，咱这个原本旧的思想，已经拢伫是不是假定死啊！咱继续要行的道路是一个分别为圣的道路。来求上帝，求圣神、圣灵来引带的道路。因为我最近要离开，所以一挂小组就邀请我去分享我生命的见证。因听了我的见证了后吼，就来甲我讲我原本足烦恼我的囝吼，伊会行唔对路，
吼，原本我足烦恼的吼。啊，毋过我听到你的分享了后，我知影我爱搁较侪来为我的囝来祈祷，因为我祈祷无够，因为我知影上啊，我的囝是上帝所赏赐的，只有为着我的囝搁较侪会祈祷，伊会交托伫主的手中，伫上帝的手中，相信有一日。总有一日，上帝会来改变伊，改变伊的思想，改变伊的行为。这是我的分享得到的回应。有时想讲，哈，我以前哪会这么歹？吼，啊，不过为好的方面来想，就知影讲，原来主伊的能力是这么大，伊会当予一个迷失方向的羊羔会当阁活得回来。伫几年了后，因为上帝的疼痛，我会当回转到上帝的面前。伫迄个时间，就亲像这段经文讲的，我是为着我家己所以失去真多，无论是金钱。无论是感情无论是看会到甲看袂到的，我所有的，迄时阵我感觉我所有的一切拢失去，拢无去。因为迄时阵我毋知影啥物叫做既然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人，吼，就会失去掉伊的性命。即摆我开始爱学习一件代志，就是讲要为主来丧失性命的，要得到活命。要得到新的活命，因为这有可能伫后面我的服侍内面，我会拄到的艰难。可能咱来想讲，咱为主来活，会失去这世界真侪的好处，无论是咱所赚的金钱啊，是毋是赚较少啊，吼，无论是讲是毋当。出去佚佗啊，时间因为拢来聚会啊，吼，还参加小组啊，我特别袂当出国去佚佗啊，种的原因，拢有可能来加做咱的咱军队主的这条道路的试探，因为主的原因，伊可能会伫咱无。主伊的时阵，因为咱对耶稣所付出的，无论是时间，无论是咱的金钱，无论是咱的对主的爱，哈，或对人的关怀，咱伫无主伊的时阵，上帝会用伊的方式来弥补、来施恩，赐予咱搁较享受咱无意外的稳定，哈。这伫经文内面是安尼写的，哈。伫无注意的时阵，因为我看即节经文的时阵，伊个原文的意思是伊个原文的意思是讲，主会伫咱无注意的时阵，享受予咱教养的稳定。当咱无期待的时阵，无任何期待，我就是要为主来活。迄时阵，上帝就知影咱的需要，因为咱家己无期待，讲主，你爱予我啥物？耶稣啊，我为你做这個，为你做那個，你爱享受我搁较侪的稳定。好，若是安尼，甲主讨，当然是无啥物会当得到的。因个若是专心，哈，无啥物。其他的思想，独独就是要为主来活。迄时阵，就像这节经文来讲的，上帝会伫伊的时间内面，伫伊的伊的想事内面，来予咱得到搁较侪的稳定。咱人会当做啥物代志来为着家己，哈，无管上帝的主权。这个世间无一个人会当挖靠家己的能力，挖靠家己。智慧来换另外一条人命，因为咱活命的喘气是伫主的手中。
毋是伫咱的手中。第27节，是咱落尾的经文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，拢会死，对无？那每一个人拢会死。啊，毋过咱知影，即马咱阁有活命，阁有喘气。啊，毋过咱自从咱入捌主耶稣的时阵，咱已经死过一遍。一种死，就是旧人换做新人，旧的思想换做新的思想，旧的行为的模式换做新的。所以咱所讲的老我吼，老我伫信主了后的重生，这就是一款的死。另外一款死就是肉体的死，上帝将人的喘气收倒转去。伫人搁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咱拢一直有机会来享受重生的这个机会。啊，毋过伫迄日来到的时阵，这个机会就无搁有啊。所以咱来把握即马有这个机会来到主的面前的时阵，咱来将一切来交托伫主的手中，一切咱所爱的，也是一切咱的困难，一切咱可能无想要去做的代志，咱拢交托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予咱有智慧来面对。伫咱的厝里，每一工拢有垃圾，对无？吼，每一工哦，拢爱甲遮个垃圾啊，捡做伙，啊来等垃圾车，吼，来甲垃圾等迄撮。啊，拢知影咱家己的厝，拢爱做好个，爱有好个环境啊，爱清气啊，安尼住个住了较会舒适。熟悉嘛吼，较会感觉我的厝我欢喜回来，吼，我的亲人吼，爸母囝儿拢爱回来厝里，吼，享受这个清气的厝。啊，毋过咱的心灵每一日嘛爱来摒扫清气。每一日咱拢有无必要的情绪，吼，垃圾伫咱的心内。这亲像怨妒，哈，亲像批评，亲像咱有啥物代志受委屈，还是讲有骄傲的心，还是有看轻人的心，还是有贪心的意念，等等，这拢是咱心内的垃圾。咱每一日拢爱来到主的面前，把这垃圾拢担起上，交托伫主的面前，求主赦免咱的罪。毋通予遮个垃圾一直藏伫咱个心内，一直积愈积愈济。若严重个时阵，咱毋知影遮个垃圾会予咱发生啥物大个代志，予咱袂当去面对，袂当去处理。为虾米咱每日拢爱来到上帝面前？因为咱有灵修个。生活来亲近上帝，就是咱爱把咱的日子交托伫主，哈，甲主耶稣讲，我每一日所经过的代志，甲啥物人发生啥物代志，拢交托伫主的手中，予咱知影有圣灵的引带，啥物会当努力来改进，啥物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的祝福。好，每一个基督徒拢知影咱的每一日拢伫主的手中。咱嘛知影，咱每一个人无一个人是完全的。啊，毋过恳求主的怜悯，予咱伫一切的试炼中，搁较知影必须爱徛伫基督面前受伊的审判。每一个人拢会借着肉体。所行一切行为，无论是善还是恶，拢爱接受报应。哈，伫哥林多后书5:10遐来讲，因为咱拢必须徛伫基督的面前，来受着伊的审判。甲咱今仔日所读的27节，
人主要来到父的荣耀内面，甲圣使者降临。伫迄时阵，伊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各人，无论是做好的事，也是做歹的事，无一个人会当逃过主的审判。咱只有搁较把握今仔日咱所做的一切，咱搁咱爱把握今仔日来做主所欢喜的百姓。主要说伫父的荣耀的内面降临，而且来审判一切的众人，就是咧，就是来提醒，若是认捌主耶稣基督的人，爱向伊来活。这号人就是参与伫伊的荣耀的国度内面。愿在座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会当享受伫主荣耀的内面，嘛享受伫这个顶头生重生的机会内面，咱来知影，咱每一日拢爱悔改，每一日拢爱来求上帝的保护，洁净咱一切的心思意念，卖家己的粪扫一直放，每一日愈放愈多，来真多有歹念头的人。伫使徒行传记载，耶稣死了后，搁活要上天的时，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讲：“以色列国的复兴，毋是就是这个时阵嘛？因为耶稣已经搁活。”耶稣就甲因讲：“那是天父照着家己的官兵所定的日子，时阵日期，毋是恁会当知影的。”耶稣将搁活的盼望先予门徒因来看见，予门徒甲门徒讲，将来伊搁要再来的盼望。耶稣伫因搁伫的时阵，吼，来予因看，予因看到耶稣搁活的实在的确据。伫因还袂死的时阵，因就先看到耶稣伊家己，亲像经文28节，吼，无伫咱的内面，按个圣经28节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无一人会拄到死以前要看见人主降临伫伊的国度、伊的国内面。虽然无一人，咱在座每一位无一人亲目睭来看见主耶稣伫咱的身躯边，伫咱的边啊，还是甲咱做伙食饭，吼，甲咱做伙困，拢无，咱无亲目睭来看见耶稣基督。也毋过，我相信每一个人，自从你认捌主耶稣了后，伫你的基督的生活内面，你一直咧经历上帝甲你同在的这个确据。伫你的基督的生活内面，你所求的，虽然上帝毋是讲好，我即马就予你，也毋过上帝有别种的方式，上帝有伊的时间来成就咱的祈祷，也伊嘛会引出咱的祈祷，本来是咱家己意念的祈祷，也毋过咱一直去向主来祈祷的时阵，就亲像一个囡仔甲妈妈咧讲话，伊用伊的方式甲妈妈讲话，也毋过妈妈会教伊安怎讲正确的。的句子，上帝也会因为咱甲伊讲话的同时，伊会教咱安怎祈祷。这个祈祷会真多是成就上帝意思的祈祷，也成就伫咱的生命中来经历伊伫咱生命中的计划。上帝奇妙作为，毋是用讲的，得当讲出嘴，咱。常常有丢到安尼的时阵，上帝的美好，上帝的应允，伫咱的心中的时阵，咱有时真正咱的欢喜，袂当用言语来形容上帝的一切。啊，毋过上好的一个方法，就是咱继续
用祈祷，用咱的生命来经历上帝的同在，在咱每时刻的生命里面，相信咱就会当真多啊，按照驾着主旨意在行的人，毋是来满足咱家己的心思意念，那是伊亲自用伊家己来满足咱家己的需要。有时下机的功课，爱一点一滴的觉悟，来了解其中的奥秘，这是真大的福气，也是需要真久真长的时间来认捌主的荣耀。咱若安尼做，咱若安尼行，照伫主的旨意咧行，咱会让进入主荣耀的国度内面，完全得到伊的应允，甲伊的福分伫咱的心上。咱即是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今仔日提醒，你提醒阮爱来反省阮家己有啥物是阮家己的需要，阮家己的意爱，阮家己所想的，啊，毋过遮个拢毋是你欢喜的代志。阮有缘无想要甘愿来为你舍弃放落这一切阮所需要的。求主你赦免阮一切私欲所犯的罪，也求主你搁再一摆来洁净阮的心灵、阮的心思意念，予你完全来使用阮这个人，也欢喜阮来真做你所爱的子儿。阮愿意活伫你的心意内面，予阮一生有你的满足，以及你的祝福伫阮的心上。这是阮的祈祷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以下回应的诗歌，小号的重奏，因为回应的诗歌是《历经伟大》。Thank you.
来请宜化团队来祈祷。咱三家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拣选，予阮会当来跟对你的道路，来行一个甲咱真正是完全无共款的道路，嘛是一个新的，嘛是一个搁活泼的生命的道路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嘛是。予咱会当来学习，会当来跟对你，会当来放下家己喜爱的物件，愿意来跟对你的道路，这是阮一世人要学习的功课。求主你会当引导阮每一个选择，拢是因为阮要来听你，要来敬拜你，会当来完全你的旨意，愿你的旨意会当。兄弟，这个地球那亲像伫天顶同款。感谢主，你嘛使用班内团的，会当来传讲你的话语，会当来祝福阮的教会，祝福台南信教会。即马你嘛爱那，即马你嘛号召伊去华联的百福以上教会，会当请做因的祝福，会当。因为伊领受你的号召，会当爱来无主你主耶稣你的样，毋茫讲主你家己来形容你的教会，会当来予搁较侪人会当来跟对你，会当来听你，会当来敬拜你。主嘛求你使用阮的性命。阮的时间，阮的家庭，拢是你收束的，嘛唔茫讲，阮会当，甲阮的一切拢来奉献予你，真多兄弟姊妹的祝福，嘛愿阮的奉献嘛，真多你信仰的使用，会当完全你的工作，助你家己的工作。阮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名来求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时阵请大家起立，来俄罗上帝荣耀，唱诗歌28首。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知影什么代志是阮应该下落，什么代志是阮应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主你帮助阮，因为阮过去拢亲像你所讲的迄款的人，行伫一条家己认做是正的道路，但是最终却真做死亡的路。求主你帮助阮，当回转来到你的面前。麻烦了解，主，阮若是赚得了全世界，赔上了家己的活命，有啥物用呢？主，你予阮搁较侪学习，伫你的心意中间来效法主你的样式。主，阮学习亲像耶稣基督共款，愿意伫活命中间存主你最大，愿意舍了阮家己，成做主你所使用的器皿。主，你为阮保守阮的心，予阮有一个清洁的心。正直的人，凡来到你面前的时阵，我阁较知影人生的智慧是全然放下家己所有的一切，完全来仰望你，来交托伫主你的引导中间。我相信正的道路是主你要引导阮，予阮行出一条有心有爱的路，是合主你所心意、所意爱的。
阮伫你面前来献上阮的感谢。但愿主耶稣基督天父上帝的恩惠，甲圣灵的三通，以及圣灵的感动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对即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